敲一下的。对，这个是打润薄，这个它会配在里面吗？对，就专门敲润薄的。这边最高，这边翻到最高，那是低翻到最高。外头的 PVC 的温度基本上就是这个温度。啊，就这个数值。开机前要打开，把它把料排出来，要检查一下熟没熟。如果料要是温度还有要有些料的温度它有不同，可能要上一点，可能要下一点。熟了之后再把这个进去可以来先。就先打开，先挤掉看一下这个料出来怎么样。对。可以的话再装机头。上次不是有一个客户买了一个新它换料或者换颜色的话它都要清一下哦，就是这样的呀。哦，换颜色你直接这个料开完了之后直接倒进其他的颜色一清就白的就没了。就是如果是相同的两同的 PE 它只是换颜色，那这个机头就不用清，要清吗？要相同的颜色就不用清啊，不一样的颜色也是都要清的。要清完之后它也像这样子拆开来，要拆开来，拆开来，拆开来，它还把螺杆要冲出来，就是也像这样子的，先把里面这个料残胶全部要清掉。就是说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料就不用管啊。这个迎曲的条子是调哪里的？这个是调后面的牵引啊，不是吧？这条调后面的牵引。是调后面牵引的吧？这主要看它那个均不均匀是吧？